我是妹，欢迎来到我的 YouTube channel。 今天呢要带来的是15分钟的徒手臀腿训练。那我认为这组运动非常适合在家中没有器材又身为初阶者想要锻炼翘臀的你。那我们废话不多说，跟着妹一起训练吧。首先先来跟我做一点动态的暖身吧。先来到瑜伽垫的底部，爬到平板的位置，右脚一跨，我们重心压低，手向上的延伸，视线也可以看向手部，让上半身做完整的伸展。重复这个动作，最后两个。下一个动作，往前的跨步，接着两手顺势的做伸展。往前跨步的时候，建议跨大步，膝盖跟脚尖都是保持朝前。回来的时候吐气。很好。下一个动作，给我宽展的站距，两手往前的延伸，做侧跨步蹲的时候，屁股向后推，膝盖弯曲，用侧臀的力量将身体带起，另外一脚延伸，一样回到中心的时候，稍微的吐气喘息。下一个动作很简单的，做原地的踏步30秒，摆动你的双手，让我们的全身都进入到一个 ready 好的状态。10秒。进入我们的主训练楼，第一个动作，深蹲以及跨步蹲的组合。我们会先做一个深蹲，那在做深蹲的时候，吸饱气，稳定的下降。接着，我们的后脚往后的跨步，做一个分腿蹲，左右脚轮流哦。下蹲的时候，多去感觉到臀部的发力。起来的时候吐气，过程中保持稳定，不求快。最后的5秒钟，4、3、2、1，休息20秒的时间。下一个动作会是怪兽的行走。什么叫怪兽行走呢？我们先做一个深蹲，接着往前2步，往后2步。那身体起来的幅度不用太大，让你的重心一直保持在下方。然后注意过程中，我们的膝盖都是保持微微的外张，不要有内夹的状况哦。这时候你应该会感觉到大腿前侧以及连接到臀肌那一块微微的在酸了，加油。最后3秒2 1，接着我们不休息，给我一个宽站，相扑的停顿深蹲，不断的做停顿的动作，加油加油！这个动作也会刺激到我们的大腿内侧哦。你可以的，坚持下去。最后的10秒，不要放弃。3 2 1，
休息20秒的时间，下一个动作预告一下，分腿蹲的抬膝，一脚往后的跨大步，接着起身同时做一个抬膝的动作，预备开始。要注意的是，我们的后脚尽可能的往后跨大步，前脚的膝盖以及脚尖保持朝前，稳定的下降后，重心保持在前脚，膝盖向腹部靠近，吐气。这是一个考验肌耐力以及核心平衡的动作，加油！5 4 3 2 1，下一个动作不休息，做分腿蹲的恰恰，保持在有一点半蹲的姿势，往后往侧的做恰恰的动作，这时候你站立脚的臀肌会开始有点酸，加油，最后5秒，4 3 2 1，非常好。休息一下，待会我们直接换边来进行哦。过程中感觉到有一点晃动不稳都是正常的，因此更要将我们的专注力放在我们的核心躯干，保持稳定的状态。最后的10秒钟，倒数3 2 1，一样不休息，往侧往后的轮流点地，身体保持在半蹲的位置哦。加油加油，大腿开始酸了，我知道。5 4 3 2 1，很好。下一个动作先给我一个前后脚站距，我们的上身前倾，做类似像硬举的动作，在下方的时候我们的手跟脚同时的抬起，让身体尽可能的呈像一直线，接着夹臀吐气回。因此在下降的时候要注意的是，你的手部尽可能是贴近你的身体，垂直的下降，屁股向后推，这个动作会刺激到你的大腿后侧以及臀肌。最后3 2 1，很好。接下来换边进行哦。非常的棒，再坚持10秒钟的时间。
倒数三、二、一，很好。下一个动作，给我宽展的站住。我们要做停顿的侧跨步蹲。我们的脚尖呢，45度角的朝向外侧，重心的转移，屁股向后推，感觉到侧臀肌的发力，将身体往中心带起，吐气。这个动作锻炼到我们的大腿内侧还有臀肌的部分，最后的10秒钟。接下来不休息，给我窄站的深蹲，下蹲之后做一个踢腿，用手去碰你对边的脚，吐气。窄站的深蹲更会针对到我们的大腿前侧，加油加油！3、2、1，非常棒！休息30秒的时间，你喘口气，喝点水。那预备动作呢，可以先帮我来到4足跪姿，下一个动作会做驴子踢腿，以及待会会做鸟狗式停留的组合动作。那在做驴子踢腿的时候，尽量帮我把骨盆保持在正直，核心收紧，不要做刻意凹背的动作，专注力放在我们的臀部。你可以直接向上，或者我喜欢向斜外方去做踢腿，侧臀部也会相当有感。接下来我们对边的手直接停在上方20秒的停留。撑住撑住，最后3、2、1，很棒。我们不休息，直接来到另外一侧。过程中不断地意识到我们的臀肌，最后的10秒，3、2、1，对边的手抬起，身体保持平衡，加油，15秒的 hold 住。最后3、2、1，太棒了。帮我来到仰躺的姿势，我们要做的是单脚的臀桥。下方的脚踩稳，另一边的脚向上的抬高，将你的屁股撑起，使我们的胸腹与腿部呈现一直线。主要我们会是用下方的脚作为支撑，也会锻炼到大腿后侧以及下方脚的臀肌。
尽可能的停在高点，慢慢的下降。倒数三、二、一，直接来到20秒的停留，撑下去，不要降下来，不要偷懒，撑住，撑住。最后三、二、一，不休息，直接换到另外一侧。I like to rap, but I sing a lot. I let the 808s bang and my drums knock. Try to tell me that I can't, then I know I can. Reach into my bag, hit him with the slow jam. I'm on the mic for the homies. I'ma keep it low key. Back since 96, it was an OG. Made it with the money, people acting like they know me. People acting like they know me. 还有15秒。Back since 96, it was an OG. Back since 96, it was an OG. 尽可能的感受到我们的臀肌。倒数三、二、一，停留在高点20秒。屁屁是否超有感？10秒钟撑着哦。三、二、一，非常棒！下一个动作一样不休息，来到青蛙臀桥，我们的脚掌是朝向彼此的，也是一样往上一推，夹臀慢慢的下降。People acting like they know me. Back since 96, it was an OG. Back since 96, it was an OG. 最后十秒，待会我们也是要做20秒的停留哦。三、二、一，直接停留在高点20秒。持续的 hold 住，不要下降啊！三、二、一，非常棒！主训练已经结束喽，最后几分钟，有时间的话跟我做一点瑜伽伸展吧。Smiling faces, warm embraces, possibilities all ignite.Then the next morning, I drive to work. People annoy me, and I'm spilling coffee all over my favorite shirt. Why do my New Year's resolutions never reach their full evolutions? Faced with the day, it all fades away in January.Sunshine or gray, I wake up and say that I'll let this
is they take me. This year I'll be patient, I'll see beauty in all the little things. Promises fill the room, I still fear it all melts way before spring. 即使是徒手无跳跃的动作，妹自己做完十五分钟也是流了一身汗，而且最后一系列的在地板的停留的动作 ，PP 真的是非常的有感。那如果你有顺利完成的话，也记得在下面留言打卡哦。我们下次再见，拜拜。